大家好，我是麦克斯，我的梦想被破灭了，我妈妈不支持网卡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期视频了，我也没人看我视频，也没人给我的视频点赞。今天打开我爷爷的仓库，评论区打出这个字是天才。爷爷的仓库，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仓库，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吧。咱们打开一下我爷爷的仓库。啊，小伙伴们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妈，我去，我又是卡界天王了，我又站起来了，小伙伴们羡慕吗？你们要不要这些奥特曼卡片？要不要跟我做个朋友？哇，我爷爷留了好多好多的卡片，我去，这里整箱，哇，这下发财了呀！我的天，哇，这里好多好多的卡册啊，都是我爷爷留下来的。哇，我爷爷给我留了这么多的好东西啊，这么多的宝贝，我的天哪，我去，这也太牛了吧！哇塞，这厉害了，这么多卡片，什么都有。哇，这一盒很重啊，这里面，咱们打开一下，我爷爷留了好多东西给我的，哇，那一整箱估计都是卡片。我去，小伙伴太牛了吧，咱们赶紧看一下这个神奇的盒子里面有什么。打开一看，真的太吃惊了，里面好多好多的卡片，我去，然后这外面都是这里面出来的，我们先把这个看一下拿下吧，里面好多好多，这些都是我爷爷留给我的，哇，太帅了吧。我们来看一下我爷爷留了多少东西给我的，这些都是我爷爷留给我的，我去，哇，这些中环好帅啊，都是爷爷留给我的，哇塞，我爷爷留给我这么多。再看一下，哇，我爷爷真的太好了，还有好多这个 SSR， 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宝贝吧，这些都是我爷爷留给我的，太帅了，我终于找到了我爷爷留下来的好东西，这是我爷爷留的好东西，哇，这个就很帅了，我爷爷留给我的，哇，爷爷还留了这么多的 HR， 我去，这么多，小伙伴想不想要，哇，全是荣耀仪，天哪，这下这个厉害了，哇，都是我爷爷留给我的，我去，留了这么多的好东西，这些都是我爷爷留给我的好东西，我爷爷真不错。好吧，为了卡界天王的梦想，小伙伴们一起，我去，真不错，直接 SP， 太牛了吧。好了，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